您对好房子的定义是什么？它是当您的身体疲倦时放松的地方。它是所有家庭都聚在一起度过特殊日子的地方。它是生活中充满幸福和成功的地方。如果这些是您的定义，那么我们就有相同的定义。所以我们明白好房子这个词是什么意思。 Normalette Coco 第四区是一块度假屋泳池别墅的土地，位于 The Happy Life of Coco 项目中，采用北欧风格设计。被山环绕的环境中，天气一年四季凉爽。位于 Coco 的主要战略要地，并且靠近许多主要地方和景点。项目中有公共道路贯穿每个地块，出入方便，土地美丽，完美的划分区域大小。从陆地上您可以看到 Wat Pa Sangail 的五尊白色佛像，很适合做度假屋，可以说是个真正值得的投资。房屋有四种类型可供选择，取决于您的预算。哥本哈根、赫尔辛基、斯德哥尔摩和奥斯陆。 Happy Life Coco 项目今天开始接受预定了，来创造快乐时光和很值得的投资。 Your happiness moments and worth investment， 让你的幸福从这里开始。